然后我们线上的这些战友都是空前的团结，也没有矛盾，也没有冲突，比过去我们还吵一吵闹一闹，现在啥也没有，大家都是士气高涨，每天都在工作，在做义工。4月8号、4月9号你们的活动看完以后，真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我们是在战斗状态，共产党对我们穷凶极恶，而且我也看了这个，在这里那个电视台凤凰卫视我也能看。凤凰那个节目是他们100%共产党情报部门组织的，里边编的瞎话简直是太夸。This call is from a federal prison。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对我们的恐惧，包括4月8号、4月9号你们的节目，咱们的500多个战友来自4面8方，感天动地呀、啊，感天动地呀、啊！这里的人都感动的都哭啊，跟咱素不素昧平生的人，这就是长岛哥和联盟经得起了考验。所以全球的战友，爱奇哥的战友，真心的灭共的战友，人心不要被人家给蛊惑了。第二，要跟联盟保持一致，听长岛哥的统一安排。这个时候就是人心，就是团结，考验的就是意志。拜托了，兄弟姐妹们。